诗篇第六篇，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唔通伫生气中责备我，也唔通伫大生气中责罚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摇摇颤。三节，我的心也大大的惊吓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？耶和华，求你活倒转救我，因为你的慈爱来拯救我。因为伫死地无人纪念你，伫阴间有甚物人感谢你？我因为害害惨来亚神，我当面流目屎，阴我的文床将肉啊湿透。七节，我因为油门目睭怕歹，阁因为我一切的敌人目睭昏花，恁一切做歹的人都离开我，因为耶和华听见我啼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见我的恳求，耶和华要接纳我的祈祷，我一切的受得拢要见效，大大惊吓，因要退后。忽然见笑。